欢的类型啊，很奇怪的。我喜欢眼睛小小的，但是这个眼睛不小。不行啦，他眼睛太大，你叫他去缝咯，缝给他小一点。缝小，我还第一次听过，我只有听过人家割大的，没有听过缝小的。苗栗的 Scotch Tape 两位不输棒啊，你看。虾米，你有男朋友了？啊，你看吃那边。你是喜欢我吗？我不喜欢，喜欢你，喜欢一个好朋友。想要考你，应该是考我了。谁呀、啊？明仔你若看破妆，可能不到 reservoir 又会扑出一具尸体。乱讲话！你都在那边跳那个了。菜，吃烂了。我的朋友，你会相伴无？谁呀、啊？看我的阿龙。其实我是退门的了，我怕嘞，因为他追的几个都去结婚生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很快就应该你是下一个，是不是我？好了，他就是以这个超级粉丝的一个角度啦，要谢谢他的支持，对啦，对你很多的支持啦，因为我们身为歌手、身为艺人，在舞台上没有你们的支持，那已经开心了，真的。所以很谢谢大家，来到我们嘉义凤山寺，也跟我们的主席啦啊，人家阿公阿弟要跟他泡酒喝酒，我每一年都看到他这里。一早就是在喝酒，对，他的 like 很好，对，而且是你阿伯人，你别人叫红酒啊，红酒是，你料等你头毛会红红的，你看，哇，阿公今日你准备安尼做红包，哇，我们看了真欢喜，爱靠身后，爱楼上个料才会使登厝啊，阿公，这样袂了，我们家己负责，好啦，家己负责，好来，阿个理事会来门后签安检，我们的理事会老板老板娘，谢谢你们的这个赞助的这个歌台，让我们的所有大家都有这个歌台可以看，谢谢。我们好喜欢来相宜凤山寺唱歌，真的耶！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哇，我昨天在家里开红包开得很开心，真的啊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唱三首歌？啊，没关系，在台上求一点，让你自己来好好的发挥一下，表现一下。来啊，今天笑莲啊，唱的歌曲呢，从老歌、新歌都有，让大家呢一饱耳福。第一首歌曲我们介绍什么歌？阿美最近非常流行一首网络歌曲，《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》。我们就一起来洗耳恭听这一首歌名非常长的网络歌曲，欢迎胡秀慧，姓胡，谢谢我的陪伴姐姐。Thank you.
完。